乖乖待着，待着。安叔在这边小野塘里下来一个笼子，让我们帮他起一下，我们看看有啥收获。哦，哇塞！你看看这，给我都去的，好值不值？麻雀奖费啊，果然是给好多啊！给个送粮，估计四五不值都有。啊？不值啊！果然密密麻麻，全都是的。哎，密密麻麻，全都是鸟，在这飞，这几百上千只啊，这好多啊，太多了，一直在这飞。我寻思中了，那寻思中啊，不是笼子，哦，那不是，太多了，来了。过来，他怎么说？我一定要两个人过去吧。哎，你过去了。给么子？黑子啊？啊，小龙虾。黑子吧？哦，不对，再怎么过五公里，我天。那我多来问听呗，他那应该有绳子。要有的再推。那鱼就不就得给吗？嗯，到那地，再到那地去。给举一个小龙虾。那肚子也没什么事。嗯，是那老少的，这个是你肚子。嗯，行。哎，鱼是，喂，几条吧？哎，就这条小鸡。几条？那条不是的啊，两条。哎，小龙虾，哦呦，大的，大一点呢。你干嘛拽过来啊？哎，杨子，你到那边拽去，你到那边拽去，我在个不。对。然后到时候你把一收不就回着吗？哎，有个大家伙在这。哎，早知道我三脚架带过来，我这鲫鱼卡到头了，这底下肯定啊，还没看到，啊，它在下一层。哎呦，根本滋润吧，怪少大哎，哦，滋润滋润，应该金马掌，长度够呢，哦，一条滋润一条滋润，三条鲫鱼。两条鲫鱼，三条鲫鱼，一个小龙虾。好，我来倒，待会儿到了，啊，我先拍个近景。那里面一条鲤鱼，哇，这鲤鱼有一斤多重，一斤多两斤的样子，应该一斤多两斤不到。三条小鲫鱼，一个小龙虾。哎，这个我没有决定权，放不放的话不取决于我，所以我没决定权。有快点，这几条鱼我根本看不上的。哎，不然我搞点小龙虾就好了，其他的不想吃，就想吃点小龙虾。哎，这个就今天就到这儿，这个笼子起的还不如看那个鸟过瘾，对吧？哎，拜拜。